不要顺口溜，顺口溜救不了我们。实事论事比较重要，实际的成绩啊，这些东西，你说到底是平常这个小考、中考、大考、段考什么考一大堆考，真正得分重要呢，还是总觉得自己感觉良好，因为天天去补习班，是吧？总认为后面会考得很好，就后面一考，不经一考就一考就吓死了，是不是？全班最后一名。也很重要哦，对，我一直在讲，我每个礼拜都跟你讲，是就是，就是这样。有没有？不是你回答我与否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告诉自己，如果还没有，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因为你一定会有原因嘛，为什么没有？那你要深入的去想。那如果都没有，会不会有一天耗尽，后来？人生的这个对应的相也什么都没有，会不会？对不对？所以未雨绸缪很重要，想清楚很重要。想不清楚，有一天到了受不了，没办法承受。哦，那想清楚没有改，那一样，对不对？想清楚有解决方案，那后面总是有一条路。所以及早知修啊，今天讲了 N 遍了。不是说小孩子的时候及早自修，是你遇到超马，决定真正的学习、调整、融入下去，那就真的自修，是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哦。所以你还不要傻傻的说啊，就搞半天自己没修，是不是？今天从开头到现在，我都在讲这个主题，原因怕你不自修。不知真正的修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动起来，啊，要动起来。你看为什么暖机？暖机先暖到一定程度，所以开始正常运作，比较像吧。暖机没暖到，然后说要正常运作，等下机器烧掉了，是不是？不适应就烧掉了。所以一步一脚印的，慢慢的往前进，啊。在这样的推动之下，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盘算表，是不是？以前我们不见得有，以前我们总觉得就是去哪里进个香，是吧？拜拜，参加法会，是吧？偶尔再什么搞一下什么班，算了，OK 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不把这真实性搞清楚，真的不罢休。我们这么一来，哎呀，才发现，哎呀，天地鸿福，竟然如此简单的获得，蹦一下就有，那就真是这样，就好事一件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启动吧，启动你那内外的开关，身心灵的枢纽，重点是启动你的真心，啊、哦，而且把你的心门打开，启动，有没有？启动了没有？有，回答都蛮大声的，很好。没有第一步，总会有第二步，是不是？所以从今以后啊，你就开始看，是不是？主观、客观，是吧？不管怎么观，你要看的360度都得观到。哦，不管你是老人还是小孩，还都一样。啊，都得关到，